去看了之后，有什么好奇的地方？总觉得去了什么？想来想去，发现是去了那种番茄时代。我就去了那家游乐公司，找到那个乘客叫王满意，幸亏名字是真的。收拾东西的时候拿出来，一时好了忘记摘了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理由，我就是很想再见。我去到了。